蔡大富，蔡大富，又想要你逼我？我哪有在逼你？那你有想看到我怎？安尼会使无？我就讲我无在逼你啊，我甲你嘛无话通讲。 你无，也毋过我有。你即马要负责阳春村，我又阁是草罗山居民的代表，接下来咱有真侪见面的机会。敢讲你要利用这种态度来闪骗我？ 哎，我看你嘛无你讲的遐尼飘飘，遐尼水气啊。 天开的哦，那一个查某囡仔，叫是讲你外地的，以后我的女朋友一定比你好几百倍，到时阵你就莫后悔啊！我当然袂后悔，而且我嘛真心祝福你会当找到一个你足介意足介意的查某囡仔，啊，那咱两个敢有当大风做朋友就好啊！ 假使你若无想要跟我做朋友，那恁咱买当和和气气做同事、做合作的 partner。你放心，我绝对公私分明的。嗯，多谢你。 安尼，你搞不搞参详？我真捌代志呢。无遮严重啦，只是有淡薄仔囡仔是。何爱姐，你即摆是讲我幼稚哦。我讲你古锥，真古锥。啊，你搞不搞足乱的呢？你即摆是咧学路啊，还是咧考试话啊？ 哎呦，蔡大夫，你莫遮含好不好？讲真的啦，你敢无感觉，其实你对我的感情，毋是爱情？因为从来毋捌有人安尼甲你相处，所以你就将我当作是一种挑战，跟那参像一道难解的题目。啊，毋过爱情哦。 毋是是非题选择题，伊本来就无标准的答案，佫较毋是比赛，所以嘛无甚物输赢。你莫想要利用这个理由来说服我？我毋是要说服你，总讲一句，我是真正足感谢你的。所以，希望接下来哦，会当继续看到迄个勇敢佮有自信的蔡大富。 这唔免你讲，我本来就就有自信。好啦，安尼我来等啊，拜拜。 敢讲，我真正唔是爱何爱家，那安尼到底什么是爱？ 你确定这是那个摆脚摒扫的人清洁记录表？是。阮这个字，哪会写到这么神？ 要给你照顾的小弟，有淡薄仔代志需要处理一下。唉，所有用我的命，所开的口罩，今麦拢袂用得用。
薪水本来当领现金，啊，不过安尼直接提钱，感觉真正足好诶。嗯，有遮个钱，就会当替小太阳买营养品，嘛会当合理温补贴小太阳的油费。只是唔知影，伊是不是愿意收起来？你要送啥？赶快叫啊！赶快叫啊！有人，有人手机啊！有人手机啊！有人，赶快叫啊！啊！真正是摆卡，安尼应该不是伊啊。安尼，迄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？我，你不是负责摒扫？谁准你脚来伤脚呢啦？啊，我紧啦，我已经买好啊。紧，莫紧，我来。啊对，我今日领薪水的时阵，啊无拄好去拄到一个要抢我钱的人啦。啊？什么？光头白日有人抢你的钱，这个超过量嘞，真正是无法无天嘞。这嘛爱怪我啦，拢是我哦。在外口就把迄钱摕出来，在遐算，我倒。哎呀，那是我哦，头一份薪水，我赶出来了后，头一份薪水呢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哎呀，看迄个人哦，应该是看你脚无方便啦，所以唔将你欺负你。想要请你给我斗三工，你敢会当把这个钱摕去买一挂营养品给小太阳，还是讲全部的钱拢给你话嘛无要紧？有你出面，我想应该较愿意接受啊。这是你的好意，跟你的关心嘞。要哪是我提给伊，当然是你提给伊啊。就算讲你愿意唔肯接受，你给我拒绝，迄嘛不要紧，迄唔是甚物见笑的代志，伊是你的查某囝呢，叫伊拒绝一过不要紧，伊就阁去，一直去，定定去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叫你感动着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唔通唔通，你愿意讲过啊，伊无希望看到我，我想无想要惹伊生气啊。伊即马要照顾我，一个破病囡仔，伊真正已经有够忝啊！都是因为安尼，你更加应该去啊！应该和伊三讲，伊毋是孤单一个人，也够咱爹支持。好啦，就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多谢你啊！啊，这个时阵哪有人来？啊，敢是你回来？我去开啦，好。哦，好。来啊！哎，玫瑰，丽文，志祥，韩国，
到底是该了的。我今日小卡在下班啦。好，无联系我再过来啦。哎，别，林汉你来，林就伫客厅好好讲，我先伫台外房间休息啦。回过来，拍摄呢？未来之前应该先打电话给你啦。嗯，拍摄是啊，除非搁去抓关啦，啊，若无早班就拄着啊，家己爱管事啊。别安尼啦，搞讲唔对。啊，好啦，来，坐讲啊，坐讲，哎，小姐。其实汉光姑娘嘛无唔对啊，过去大家遐尼好。袂输讲咱兄弟姐妹同款，行到倒位拢会趁做伙啊！对啦，我听阿姐讲，瑞德是汉光的后生哦。汉光，恭喜你呢！以后你应该袂阁去追求你个人的自由哦。家姐会所，阿拄着适合的人，阿做欢喜的代志，真的是自由啦。哎，你阿看麦。游子万事所呀！哎呦，我着看恁姐一个吼，好子好女哦，做啊这么欢喜，我嘛想要体会一下，讲啊咧，友好后生是啥物滋味啦？阿弟啊，这点心嘛，我你讲赶快来吃啦！人来就好啊，这么客气要创啥啦？这叫先礼后兵啦，只想是惊小弟要甲你讲的代志，我会甲你惊着啊！什么意思？阿德爱欢哦，甲少卿啊，已经登记结婚啊啦。哎，你别这样紧张，慢慢乖娃，我嘛是被告之者哦，接受就好了。爱欢真正是哦，美娜已经安尼乌白来啦，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呢。彩霞欢你嘛，甲你同款啊，嘛是同款去补补啦，也是讲嘛紧啊，汉光吼有一个提议啦，讲到时哦办一桌啊，大家欢喜些啦。哎，你也来哦吼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小李，你想好了，小李。我没看到共生球，我到我你的代志啊，我要钱，我不能干。小李，你想嘛？你想嘛？会是什么代志？我很关心啊！你为啥？我拄着这个电话，电话甲我讲，我很关心啊！关心？你放心啊，真有可能啊！你一个好好的人，哪有可能安尼就关心啊？所以吼，我即马要来去啊，问个清楚。有你，有你，我替你安尼，有你。怎样？爸爸坐回来，坐回来，坐回来。一个好好的医生，一个啊酒啉到呛去，变酒鬼啊！啊，班也唔好花相啊！你讲啊，莫酒干那咧浓溜咧呐，啊，即嘛好啊！啉到白落水也是过用。小李，小李，拜托拜托啊！你今日紧轻轻的紧搬啊！我厝租用三四个月无啦吧呢？我拢无甲恁催啊，对？啊，即马甲母甲变安尼，啊我唔知佫租会租袂袂，我变咯，讲生活是只爱过。拜谢拜谢，万载，等你房间吼，我来甲你整理好势啦，啊，人过用啊，对无？迄个鸡蛋也送过给你啦吼，阿婆，阿姐，麻烦你处理几下啦吼。啊，人发生这款代志哦，足艰苦啊，你要讲我这有话无话啦？伊的厝找我来啦，来钱嘿，紧走啊！想做人，爸爸都袂好。
真心跟你回去是你的灵魂。啊，人伫个吼，无要珍惜啦。啊，等人离开才来艰苦，什么路用？啊，是啊，物件紧收收收回来吼，看要安怎再去讲啦。本来韩公嘛是好意啦，伊嘛是唔敢保稳啦，这哎呀，人生本来就做者意外，节哀啦吼，卖想遐济啦。这嘛想遐里面啦，恁妈归厝结婚是，哎。多谢您到三江。参修是我的日记呢。不是你挂，我想日记，这姑娘最好去看。你可以做狗洞，就用要看伊啊一面。我快点，我快点。所以吼，做人事大，别替囝儿事做吼，这应得啦。好加载我讲吼，再袂害刘瑞德吼，伊受了报应。咸讲两句话啦。你妈妈给你这边，你赶紧当替我安排。志祥，我不处理。好了好了，咱家 QQ 的等你，再做过来了哈。多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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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你。惠弟，我是感觉吼，一礼拜至少住伫阮家三天，无可能啦。既然哦，做阮王家媳妇住伫王家，三天两晚走后头就身心体统啊。我是嫁予少卿，也毋过我是阮爸爸的查某囝啊。我准袂用个甲照顾阮爸爸的责任拢担我一只啊，对无？而且阮爸爸一个人伫个厝啊，会足寂寞的，足伤歪呢。哈，伊有我咧啦，倒有咧寂寞啊？啊，若结婚就住伫面啦。哎，是安怎结婚就是查某人的牺牲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恁两个冷静下好无？毋是要讨论食饭的时间，有啥要冤家啦？这叫沟通啦。王少卿。你讲一句公道话，因这敢叫沟通？是啊。哈，你来啊，来，你来啊，多好，你听看嘛，恁早跟你讲什么话啦？讲什么哦？一礼拜要带恁到三工啦，这敢是人咧讲的话？哎，恁也无讲汉公要来？唔来我啦，也够有。啊？哎。
过身啊！这代志，意外发生个足紧个，我嘛住遮位，无伊住个所在，个伊物件才收。我知影雅玲甲博文已经离婚啊，我敢会当拜托你替我联络雅玲，予雅玲伊母仔送博文最后一段路，好无？博文真正足想因的，先相信你看，博文这心内面都不想。哎，听着。博文哦，小时我心肝啦是真艰苦啦，哎，也不过咱拢是做爸母的啊吼，啊我为着我家己的查囡跟外孙设想吼，我甲你拜托啦，莫予这个囡仔佫甲恁尴尬有牵连啊啦。唔是安尼讲，唔管安怎，博文是这个囡仔的爸爸，你若是无要予伊见最后一面，对。因这两个爸仔囝来讲，足无公平，敢毋是？迄当阵啊，你搁伫个监狱内底啦。阮亚玲哦，叫恁博文欺负我凄惨，你敢知影？亚玲已经有互伊机会啊，是恁博文哦，免珍惜啦。不过伊即摆已经离开啊，这是最后机会，我著请你带领带领，好无？拜托你，什么拜托你？阮亚玲哦，自有心就坚持要去南部重新开始啦。连我这个老母都不爱和我对伊啦，伊讲哦，伊要坚强啦。囡仔生完三工以后，我才知影这个消息嘞。你若只讲我这个妈妈心内好过哦，咱拢是做父母的，我绝对相信你心内无好过。啊，不过以情以理，总是爱让因爸仔囝会当见到最后一面，敢不是嘞？哈，若无阮亚玲哦，愿意做单亲妈妈，敢顾这个囡仔？所以这个囡仔一出世啊，阮就让伊姓王啦。就是无用，跟恁刚刚讲任何关联呐！你莫袂记哩啊！你江游你这三个字哦，伫咧网络顶个拢查会到啦，大家拢知你是一个诈欺犯啦。只要跟诈欺有关系的新闻哦，大家拢会想到你啦。我无可能看外孙哦，知影这件代志啦。好啦，拄好就好啦。我袂讲完的啦。江游你啊，你要重新做人哦，我祝福你啦。也唔过要叫亚玲甲囡仔回来哦。不可能啦！这一切哦，拢是博文做得来的啦。我博文嘛，付出大啊，敢不是？敢不是？赵老师，等我拜托你，等我拜托你，我今日才真正不是要跟你讨什么。我只是希望博文一条生命归，会当无遗憾。你在世的时候，我都看到囡仔，感觉第二要离开啊，你嘛无要让伊看到囡仔，让伊死嘛袂客。伊若死嘛袂客，你也检讨啦。至少我这个丈夫哦，真心真意对待伊，我唔捌对不起伊啦。若毋是今仔已经博文已经死啊，我看伫咧面子上，我连半句话都无想要甲你讲，阿妹要讲啊，紧出去啦，我都无回你啦。何在下？尤丽，我今仔日冷静讲出来好吗？唔听，唔管甲你讲哦，阮都无欢迎伊，卖阁带伊带出来啦，紧走啦。尤丽，够唔走掉？阿妹提出就甲你抱了。唔免。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是我的保卫。我今仔根本就无应该有这面，我一定救你。是，我今仔就来，我不给要你。
秀玲，你别烦恼啊！我今麦啊，家想要找人，林静姐，我要陪我太姐，我陪我太姐。秀玲，回官。我该小林静姐的呀。无你起笑药啦！你叫人要创啊啦！无啦，走啦！哎，妈妈。爸，这个代志，你好才是爱家己处理啦。啊，你该放心嘛，我妈只是会看袂起的，我才偷偷甲伊讲。也毋过美娟阿姨，我阿姐放弃我的代志，你嘛知影，爱我妈答应的机会。真正无关啊！我是不是就认真在重新过生活？我搁受尽这块苦头，虽然我无得保护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尊严嘛，予人打伫个涂骹。啊，不过我并无放弃我的人生，我是尽力想要弥补啊。谁搁选我来？是我后生子的消息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？才会当帮伊救姐姐。我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你今麦感觉安那？医生啊，我开止痛药给你，你敢有想要吃？免啦。你若是需要去病所，就跟我讲一声。护理师讲，若是无感觉头足晕的，就会当起来啊。来，你去看水。哦。你想那看水跳心？妈，不带气了。但是护理师会替你换药啊。我再去问伊啊，你的状况是安那？哈。医生，那小太阳嘞？你怎么踮在家？小太阳想照顾啊？美娟阿姨在替我照顾伊。我是要看小太阳。也不过小太阳今嘛身体嘛无爽快。好啦，我去甲伊抱来，互你看者。但是别人想顾我。好。状况袂歹，咱即马就等时间安排好，就等动手术啊。多谢你，因为你，小太阳才有机会当恢复健康。
小太阳喜欢好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爸爸，你卖我个戏吧。你是跟小太阳头一间那到底，当然要留下纪念吗？来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一二三。妈妈。好啊，你卖个戏吧，告诉家的相片要捞出去，到时做这么好，你知无？你就遐尔惊哦？小太阳是咱的囡仔，迄只上是安那，现在紧张，好惨像是做唔到代志共款。我唔是遐意思啦，你莫白想。小太阳，爸爸伫家吼。这种幸福本来就是我的，你甲蔡依依的婚姻只是一场商业交易。我才是那个先来的人。依依，今年请你倒茶缸的代志，敢有顺利？凯莉姐开嘴，当然万事 OK。我只是检测原本属于我的迄块。我哪有相信唔对？小太阳有资格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李白，当时对你，林小姐。你不是已经办好李杰的手续了？你哪搁在这？董事长，我是来跟你回事的。无需要，你即马马上给我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董事长，安怎？是我话讲了无清楚，还是你耳有问题？董事长，我甲你拜托你，听我甲话讲完。我知影你足气电话的，嘛对我足好诶。是的，我互你失望啊。我无应该做遐个代志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互伊丢别个。我拜托你，搁我一次机会好无？这个世间无啥物不得已，只有个人的选择。卡说你面顶若别人，你会当拒绝啦？甚至你会当来找我参详。迄当阵你人咧大医院，我惊你若是知影代志的真相，你的身体会袂堪治。我是真正足要紧你的身体，我嘛足关心你的，所以拜托你去相信我，原谅我敢好。卖阁演啦，做唔对代志，就是爱付出代价，就参像我失去一个红线同款。我会当予你的忍住，就是卖甲你计较。你去我的保险箱内底偷摕物件，咱若无我早就报警给你抓起来。杜清宇，你的心肝有够凶的，之前阁讲有安尼介意我，要甲我甲李信宏煞作对，结果呢，讲变面就变面，不要紧，我就等你看。还阁唔走是无？哎，是爱我叫警卫起来甲你看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莫赶我走好无？我一个人要赶我回来，我无爸爸，我嘛无妈妈，我会用你的病院做工课，我真正感觉我足幸运的。而且你嘛对我足好诶，嘛足照顾我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早就把你当作是我妈妈同款啦，你敢知影？莫搁演啦！假使你若真正重视我，你会反背我？我无反背你，迄当初我真正唔知我应该安怎做，我无想要让院长挂出病院，我嘛无希望你看到院长的真面目，你的身体会袂堪治，所以我才会选择隐瞒你。那恁你偷摕我的物件，替人民敌来对付我，你都袂烦恼我的伤心吗？董事长，莫阁规支嘴，全白插话啊！我是无可能阁相信你啊！
马上给我出去！董事长，拜托。出去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叫你出去！我拜托你。出去！慢点。妈，你才恢复尔，你莫也太激动啦。你来了真拄啊好，替我把这个查某赶出去。当初你老公林安琪是一个有心机、不是善良的查某囡仔时阵，我阁想讲是你对伊有偏见。即马想想诶，你的眼光确实是比妈妈搁较准，一概都甲看透透。好佳哉啦，你无听我的话去就。你有听到我妈讲的话吗？你做出这款代志，你竟然够迄个面走来才给伊原谅啊！可是讲你若是真心悔改，那你以后就好好做人，莫再来叫亮文啦。是的，我知影是我做出对不起恁的代志。董事长，我知道你今麦无法度原谅我，我有法度理解。啊，不过我是爱跟你讲一声，是的。我嘛一直甲天公伯讲，求伊一定要保庇你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你安怎无啊？放心啦，妈妈无代志。我是免得放心啦，你才出院才几工尔咧，几工我去趟办公室咧处理公事啊。你敢有真正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啊？有啦有啦，妈妈唔是囡仔，我知影哪照顾家己啦。上好是，你就是哦爱念经。啊，无要安怎？啊，林明就无遐尼啊侪代志啦。我若无伫咧病院吼，好好啊只那个处理，病院是会愈来愈乱啦。啊，对啦，信宏，你先去替我处理一下代志咧。什么代志啊？伫遐管理水平小交代一下，禁止林安琪这个查某囡仔再入病院。我无想要再看到伊啊。我知。事都已经做啊！你即摆去谈遐忏悔较好啊，有啥物路用啊？拢已经袂赴啊！我知影我家己做唔对代志，我真正足后悔。后悔又可以当安怎？你拜托我啊，继续做为人了无啊？伊对你逼你做歹代志，你当甲我讲啊？结果你唔讲啊？像代志要讲啊，苏姑娘要好好问你的，有谁会同情你啊？所以，你嘛要原谅我对吧？我过两阵讲，咱两个人是朋友，都是因为是朋友啊。我就不能谅解你竟然来对待我跟我妈。安尼，我拜托你刚好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替我去求董事长，拜托伊原谅我刚好。你敢知影？你喺病院做工课的日子，我真正足快乐的。而且我无希望因为这件代志去影响到咱两人之间的友情。我拜托你，再花一次机会刚好。
那你是想我要站在民党那边吗？我不站在他那边，我是给他变的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去求董事长替我甲求，不管爱我做啥，我拢愿意。我要安怎弥补，我拢愿意去做。董事长的个性，我相信你嘛应该真了解。伊决定的代志绝对袂反悔，而且伊拄则阁交代我去管理室，叫伊莫互你去卖啊。所以，我以后袂用阁来遮啊。咱呢，我们就失去一个用讲心内话的朋友啊。桂丽婶啊，等我妈妈气消啊，我就该讲话白啊。所以，你愿意替我求情？这件代志，我干来用拜托你啊！我拜托你替我向董事长求情。多谢你。那你以后，咱敢搁是朋友？这个讲了，志秋啊，今麦我对你，你帮林敏德做遐个代志，我心肝内是无多原谅你。我知影。我确实是做唔对的代志，是的。啊，不过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嘛会等你。我先离开啊。这是谁的皮包啊？敢是安琪落的？安琪的皮包里底，那有江博文的相片啊？来坐。伊呐，啊你就知影哦，查甫人做工课上重要啦。严哥，就算我出差哦，我也无甲你放袂起。我知你上介意食点心。来，噔噔。太阳饼呢？咦，台南的名产敢是太阳饼？我车头买啦，你也知影，有足侪好食物件哦，车头拢买得到。哦，Thank you， 爸，你真正对我足好呢。啊，你是安怎受伤哦？无代志啦，这几天哦，我真正伤辛苦啊，啊，走路行伤侪，所以有淡薄踢腿啦。若是无啥物代志，我先回去房间休困，吼。好，欧爸，我要甲你讲一个。今天大秘密哦！什么秘密啊？就是 Kelly 姐，伊是单亲妈妈呢。欧巴，你是不是嘛感觉足意外？我嘛是呢。啊，迄天我唔是对你对到病院，啊，结果拄到 Kelly 姐 ，Kelly 姐才甲我讲的。伊佫讲伊即马迄囡仔有咧破病，足严重的，我听了就唔甘的呢。伊呐，阿姨，佮我甲你讲啥？伊呐，你莫佮插伊啊！这凯莉看起来就做心机的，伊讲的话哦，唔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！
无你到后界哦，一直看你这个善良，就骗你的钱哦。爸，恁哪会搁咧讲这啦？啊，凯莉姐是真正需要钱啊，我嘛就愿意跟伊斗相共的啊。一个人带囡仔已经足辛苦啊，即摆囡仔搁患病，我爸，你讲安尼，你对凯莉姐真足歹呢。我去开门。好。妮妮，凯莉姐，你来这做啥？行李衫。我伫病院的衫，唔拢扎转来啊。江丽哦，应该唔是走来要讲我管骨髓和小太阳的代志啊。我哪有可能有衫哦，放伫你遐？你莫胡白讲啦，你离开啦，啊。啊，没啦没啦，凯莉姐 ，Thank you。今麦是啥物状况啊？因拄才来找我，伊袂记得咋？哎，这是我要替你送去感谢啦。结果我头拄仔甲凯莉姐开讲是欢喜，我就袂记。欧巴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以后拢袂无聊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凯莉姐搬来咱家附近啊！耶！我今麦就想着，会当逐天甲凯莉姐喝茶聊天，我就真欢喜。哎，凯莉姐，啊，等小太阳身体骨较好，我要陪小太阳耍哦。OK，OK。啊，对了，欧巴，凯莉姐后生叫做小太阳，听起来是不是足够水的？凯莉小姐，啊，请问是安怎你咧搬来阮家附近啊？最后来感谢你的太太，已经跟我斗相共。嗯。这间要出租的厝就伫附近啊。凯姐，你敢会等这久的？我提早讲。是，我爸最近拢会做乌梦，我就想讲，伊是不是做工课的时阵吼压力上大，所以我想要给伊一个 surprise。啊，不过我唔捌送过查甫囡仔礼物。所以才想讲，请你来替我出只意见。哦，这个简单啦。等下我陪你去买精油，暗时的时阵，你就会让替伊抓药，伊就会较好困。嗯，买精油，抓药。还是你较厉害。买精油，买精油。哎，你不要去买精油，我请你吃宵夜。好，来，行行行。哎，爷爷，嗯，你讲怎样？这间厝租出去了没？对，阿妹啊，安怎？我即马住的所在还有特别高啊，我当好看到，所以我想要问一下。哦，这间厝的出租我有识识呢。真是？哎呀，啊，我出门的时候常常拄到这个姐姐，后来嘛变作好朋友啊。啊，伊是顶个月搬去美国，甲伊翁婿住。啊，不过伊唔甘这间厝要卖啦，所以才想讲用租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。要不过我看伊一个月是三万，嗯，敢那有淡薄仔贵呢？哦，还是算算计啊。啊，凯莉姐，你是有兴趣啊？嗯。哦，那呢，交好啊，接下来代志我来瞧。够方便？方便啦。其实这姐姐啊，嘛无欠钱，伊只是感觉这间厝若是有人住、有人整理，会较好呢。伊若是知影是我的朋友要住，伊一定会足欢喜，介绍拢好讲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若是住遮，若只压力哦就袂遐尼大，阁会当常常甲我做伴，安尼嘛算是赢赢双赢嘞。要不过我嫌你为难，没为难啦，放心，我出马万事都 OK。哇，我今晚来想着，那会当点点地名变作超级好闺蜜，哎呦，我就真欢喜。那呢，就麻烦你哦。OK OK， 我叫你一声姐姐嘛，是把你当作姊妹啊。
呀，我搁爱占你这妈妈的福气，啊，搁爱常常甲小太阳做伙，无你看安尼哦，我就会搁较紧有心。哈哈，来啊，咱去食下午茶。手上买黑，马赛级的精油。Kelly 姐，我以后若是常常去找你，你千万唔通去嫌哦。当然嘛，不会。啊对哦，我今日才拄搬来，啊，佫有就是物件在整理的。但不过，我欢迎你暗时的时阵做伙来吃饭，我真好煮食的哦。最后，来感谢我的前男友。迄个时阵啊，我袂用公开，即当秘伫咧厝内底偷偷约会，所以啊，我才会好煮菜，暗时等你来。没啦。嗯。晚点见。好，晚点见。好啊呀！我跟你讲哦 ，Kelly 姐搬来这，根本就是有好无歹啊！安尼，你就会当专心做你的工课，我阁有人陪，安尼唔是足好诶。哎，啊对啊，阿爸，你免讲去公司啊哈。免啦，安怎？哦，我就咧想，头拄仔我去找 Kelly 姐时哦，伊还阁有足侪物件还未整理，非得咱即摆拢有闲，无去甲伊斗相共啦。是，你已经足忝的，不要紧，我家己去着哈。不用的，我陪你去。卡叔到时阵，江丽文佮欧白讲话是要安怎？啊，哦，欧爸，咱是要去甲凯莉姐斗相共哦，你莫安尼对凯莉姐佮无礼貌，安尼我会足歹做人的。好啦。奶奶，你先陪我去买小礼物，阿弟，走。Kelly 姐，给你拜。我未整理好，啊，等一下才当出食呀。不要紧啦，我甲欧爸是来甲伊斗相共的呢。你看，迄鸡仔遐悬哦，就需要欧爸这种大长腿。啊对啊对啊对啊，这盆栽送你，你要看到？看伫咧，那要看伫咧才好啊。我等一下再去整理。好，好啊。欧爸，你替我甲迄相片摕起。哦。黑橡皮好啊，来。你摕黑橡皮要创啥啦？好啊啦，来。这个橡皮哦，是我阿哥以前黑穿的，有啥物好看？哦，爸，迄渣男橡皮偷偷地摕掉掉是要创啥啦？凯姐，我甲你讲，这种渣男橡皮，你应该甲伊剁掉，老黑哦，就是歹去掉。虽然你带念过去的感情，啊，不过别人有可能根本就无要紧的。我是提来提醒我家己啊，那个我们第二届啊。哦，好，你安尼好。啊，拜嘞，我想要去洗手间。你哦，洗手间第二间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江丽文。你到底要报复到什么时阵啊？我无想要报复你。你跟你讲白贼，你即摆伫遮，住伫阮家附近啊？我只是想要自己团圆。我跟你讲做一届啊，你想要滴个，我无法度给你啊。我排名阿孙啊。你阿孙讲我头一工识在你啊？奶奶，你应该知影，为着心爱的人，我会当把我的自尊干掉。为了小太阳，我会当永远拢做一个不爱出声的人，就参全是一差两款。好好踮伫个厝内，就敢若希望你会当好好陪伴小太阳，好好做伊的爸爸。你去笑！笑！可能还没开始，你就冻袂掉了。其实。
我嘛是咧替你设想啊，你毋是就想要拍小太阳诶？你得把红给人看不是？伊娜，我看凯莉小姐无算咱斗开工啦。行。凯莉姐，你还阁有其他侪物件，我需要甲你斗三。拜拜。拍摄啊，是公务电话，我想接。喂，我是李长，请问到位吹。好。说，食饭食散，碗一放落去，电话就来，搞哪准嘞？算命算拢无伊的准。妈，爱阮做李总，本来思想就大啊。啊，你以前不是嘛，常常打电话给李长，拜托伊处理代志。不是讲哦，无要给伊做工课啦，也唔可你敢拢无发现？迄逐摆食饭食煞，迄碗拢我咧洗呢，啊饭嘛爱我煮。迄若毋是讲这是咱家吼，我阁了准讲我阁伫咧好家咧做迄乌巴桑呢，毋许做假娘。阿婆，你我先放下啊，眼睛爱花就洗啦，吼。免啦，等哦，妈煮泡出来吼，我碗拢洗好啊。爱花。好好好。爱花。白少卿，阿月嫂讲哦，路顶还袂修好，我先来看卖，啊，可能较难转来。哎呦，你先甲我洗好才去啦，啊，唔当妈煮的呢，唔水煮袂会天数洗碗呐。啊，是安怎爱我洗？你嘛会用洗啊？我。对啊，你咧做工课，我嘛咧做里长呢。最近养生村开始要动工啊，所以排水啊，还有土方的代志，我拢要去协调处理，我嘛足无用的，好无？卡叔讲，你若是感觉妈煮饭足辛苦的，啊，你即马嘛无代志，你嘛会去洗碗。也毋过，阮妈自细汉就讲，查甫人袂当入去灶骹，囡仔有可能本来洗碗呐。拜托一下啊，哪有迄个查甫人袂用入去厨房的代志啦？那咧，你甲我讲，是安怎餐厅内底厨师拢是查甫的？伊还佫有啊，你之前一个人伫咧宿舍，啊，食过用过碗碟拢要洗哦。当然爱洗啊，用过碗碟哦，无随洗哦，唔那会臭，佫会洗脚砖呢。那一种无想要带倒油漆擦个计无的呢。所以啊，根本就无迄种查甫人袂用入去厨房的代志啊。迄是之前吼，你妈妈还佮有亚玲姐想疼你啊，你才唔免洗碗。啊，参照阮家洗碗、洗衫，还佮有摒扫，拢是阮爸爸咧负责的呢。少卿，阿母是毋是共同体？那恁你洗和我洗是毋是同款？那安尼吼，我就来先去无用，啊，你就伫厝内吼帮妈妈分担，吼。酒。酒。妈听到爱花安尼讲吼，听说要欠到爆炸。哎呀。妈，我去看路灯修好未？啊，你碗先放下吼，等下扫清会洗，我先来去无用。你安尼就出去啊！妈，你坐歇困啊，艾瑞叔叔好个呀！哼，你是无看我拢收好啊哟，我拢伫咧灶骹啦，啊你实在够无路用嘞！啊去叫恁某洗碗，即要变你洗。哎呦，非得阿母甘心吗？啊，伊工课无闲，艾瑞要强用啊！哈，你无强用啦，我就是要看迄新妇哦，爱巴结大家的表现啦。阿婆，安尼好啊！拜六暗时哦，我甲爱阮带你去食百货公司，届时吼，爱你就买好好把劲，看你爱啥哦，就买啥，好不？不，我这礼拜六暗时哦，暗时八点有迄上新上好看的超级冰冰秀呢，迄是白冰冰甲杨凡甲台先主持的呢，我甲恁订门票，要看这部我才不要甲恁去食去百货公司，恁家己去。妈。
查甫人夹在妈妈甲太太中，真正有够辛苦的。唉，为着家庭幸福，我来忍耐。妈，我两个说出好话啊！妈，即卖的杜清玉是无可能阁相信我，若想要阁返去病院，李幸福是我唯一的机会。啊，毋过伊即卖阁在怀疑我。是传一个简讯，该回家室的，至少让伊感受到我的心意。我陪伴的，我知道在路的，别让你陪伊吧。你哪会这？这间厝啊，我印象最深的，因为这个所在，就是之前啊，我甲萱萱做伙住的所在。萱萱，你是讲你迄贵姓的前女友？啊是安怎？一直安尼甲我看，啊刚刚。你前女友住过所在，别人就袂用租啊。我是有甲中介拍进行合约的呢。啊，但都是你啊，你啥要跟踪我？因为你物件落去啊，我送过来给你。这个背包是不是你的？多谢你。你是从啥？搞物件骗我？你向你进前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这相片顶管这查甫的，到底是甚么关系？你想做变黑白现帮的物件，这是我的隐私呢。你卖相片问题，讲，先拿你皮包内底那有蒋博文的相片。什么蒋博文？我根本无熟悉。会有人把不熟悉的人的相片放在我皮包内底？我若是跟你讲，这张相片是在这间厝捡到的，你敢要相信？我都有一天在摒扫，啊，就伫个房间下面床脚看到这张相片，啊，就甲捡起来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影这相片内底查甫人到底是谁啊！你今麦这个解释也是有淡薄硬的。我就想讲，这相片敢会是当处长最要紧的人，想要献给伊啦。等下，你哪会知影这间厝是当处长的啊？你不是讲你伫这是甲中介打合约的？那有可能会知影这间厝的住处是啥吗？我问中介的啊。我要租厝，当然嘛要先知影厝主是啥，安尼住起较安心嘛。迄当阵哦，我知影这间厝是登记在当处长的名下，我嘛感觉阮就有缘分的呢。哎，就算讲你租的这间厝是较合，那恁你不是讲你要把相片给阮爸？在你离职之前，你逐天都看到，而且你拄只买办公室找伊啊，你啥拢无记位啊？这相片就这两天才捡到的，这两天发生的那么多代志，而且我拄才去找董事长，那种状况我哪有可能献给伊？我规个拢袂记哩啊！我真正感觉你一直安尼怀疑我，足奇怪，足莫名其妙的呢。幸好，我敢唔拜托你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啊，无安尼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张相片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来。替我向我大叔丢。一张相片顶挂这个查甫的，你敢真正无熟悉？我真正无熟悉。这个查甫的，伊叫江博文。较早我甲萱萱的分手啊，有真大个原因拢是因为伊的。
迄当阵已经有婚姻嘛，你搁甲吕萱萱有暧昧，你还勾勾甜。听你安尼讲，伊就是一个渣男啊，竟然安尼想卡打小尊。无唔对，伊就是一个笨手啊！伊家己反背家己的婚姻，佮伤害两个祖囡啊！参像这款恶势的查甫人，都应该有报应。无怪你会遐尼激动，遐尼生气，本来是因为伊抢走你的前女友萱萱哦。啊，佮感情这种代志，想对想唔对，本来就歹讲的啊。你看较开个啦，好啦，有可能是因为你看到相片，你规人就生气的。啊，你敢真惊？还是你想要啉啥？咖啡、茶，咱再来好好讲。不管你想要讲萱萱，还是讲江博文，我拢愿意听。你就把我当作是朋友，家你想要讲的话，拢讲我知影，好不好？要证明给你看，我跟这个人根本就无任何关系，我嘛无熟悉伊。幸好我是真正把你当作是朋友，而且我唔知想说你要一直怀疑我，我就珍惜我跟你之间的友情。我拜托你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正跟伊一点关系拢无，好不好？你哪会相信你？除非你当证明讲你是真心诚意的，因为我无想要搞你骗第二届啊！李信宏，若不是我得到，应该属于我的财产，我哪就不给你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敢知道我真的很想你？失忆整形重症外科就是包括重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。奇怪，我哪都没啊。妈，怎来啊？你无去顾店哦？多好，准备来吃水果啦。哎，啊，着恁丈人爸甲迄公夫生咧顾啦，伊讲哦，要互我伫跳脚追剧。嘿嘿。所以咧看多一出啦。阿母呐，甲阿女也讲吼，最近有真侪戏好看咧，啊，我拢找无。哦，哎，妈，你手机好啊？帮你下载这个 APP， 搁有订阅影的影剧馆，内底有足侪足侪内容会当选择哦。有，啊，有啥物节目？啊，譬如讲哦，有独家抢先看的国内外电影，不管是动作片，也是剧情片，甚至是动画片哦，这内底拢有哦。有。有有最近哦，阿鲁也甲阿母啊，讲有一出真好看哦。伊讲是讲台湾早期吼，咧做生意竞争的故事，啊，讲是真人真事嘞。啊，再来睇看无？哦，你讲迄出哦，真正足好看嘞。我身边的朋友拢在讨论，啊，这边有，会当看，你看。安尼好，我都唔惊哦，对袂着阿母啊，甲阿鲁的话题啊。除了台剧以外哦，这内底阁有真侪独家的日剧跟韩剧，嘛有足侪大卡司跟卖座的好片，会当选择。影视内容啊，会当讲满足规家伙啊需求。有儿子真好。嘿，不管有啥物疑难杂症吼，叫一声儿子吼，都解决。哎呦，有新妇嘛未歹啊，哎，嫁一个人有后人唔好哦。哎，
其实哦，爱花哦，嘛就有好利的啊。嗯，咁安尼，吼，伊卖找我的麻烦了，我都阿弥陀佛啦。还干那洗碗吼，甲变扫吼，我唔知死活就死包的了。哎呦，哎，阮只是较慢慢做家内事嘛，啊，即摆伊做你长嘛足无用呢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嘛。啊无，安尼好不？哦，我逐个月哦，加予你5000块孝亲费。哎，多谢妈妈这么辛苦照顾阮，加爱心。哎，无你即摆是把我当作老妈子，还是咧摒扫的哈？啊，提钱叫我咧洗碗，我接无。哎呦，天地良心啊！啊，全台湾去倒位找这么水的老妈子啊？哼。来来来，我吃你嘴啦！好。来来来，放心，来帮爸爸啦！哦哦哦，谁来谁来？啊，阿伯，阿伯个话，谁在外擦脏物个？这是啥物啊？这么大包？免洗餐具？你今麦是安怎？你要改倒白小吃哦？唔是啦，啊免洗餐具用完就当等啊，较袂规工吼，为着啥物人要洗碗，一直擦一直擦。喂喂喂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针对我？唔是针对你啦，啊，我是想讲洗碗就是一个问题啊，那安尼吼用免洗餐具，唔就无这个问题啊？唔过，我来感觉怪怪哈，但差就人咧讲啊，有问题无去解决问题，等到去解决有问题的人。我知影吼，用免洗餐具是较不环保啦，也毋过迄是暂时的。因为我已经想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啦。哦，什么方法？就是我订一台洗碗机，两礼拜了吼，第一档到啊，第一进前吼，就靠这啊。这，你讲啥？迄洗碗机嘞？啊，这么贵的物件你也订落哦？吼。咱家咧三个人，啊，几块碗尔，顺手洗洗就好啊，还这么贵的物件，啊，咱笑死人嘞！啊，对啦，妈，加开一点仔钱，会当解决问题，安尼不是真好？嘿，不是干呐，即马开这洗碗机的钱嘞，啊，你唔免水钱，啊，唔免电钱哦，即马电钱是一直咧起呢，你唔知啥物，唔知咩价啦啊！嘿，是开我的钱，我的钱想要安怎开就安怎开，啊，搁再讲啊！不是我家己的物件啦，这规家伙拢用得着啊！歹势，我用袂着，迄用机器洗，哪会知影？洗钱也洗袂清气，啊！到时阵哦，我一叠一叠摕出来检查，啊！若洗无清气，我家己多洗一间，毋是加麻烦嘞？袂啦，妈，你莫只想袂开好无？交予洗碗机吼，放心的啦，迄绝对干净嘞，而且人拢讲哦，比手洗搁较清气，搁较省水呢。阿伯，你啦，是个土贼啦！迄传出去，人安尼讲啊，哎呦，这家伙查某人哦，有够贫惰的，啊，几块碗尔，不要咱家己洗洗就好。你嘛知影妈向的性，洗碗机对伊来讲，就参像买名牌包同款奢侈啊，伊绝对袂用的啦。迄是开我的钱，不是伊的钱啊。而且刚讲，伊唔甘用，我就袂用，嘛不是开伊的钱啊。什么咧？你的钱咧？我的钱啊！啊好好，趁今日哦，大家话哦破病啦。你哦，嫁入来王家，都是王家的新妇啦，爱打起哦饲家的责任啦。迄趁钱啊，都要摕回来啦。那为什么哦，我要公家用，啊家己哦，搁要暗暗生起来道理？好好好好，算你赢，拢听你的啦。那呢哦，我甲洗碗机送你我后头厝啦，拢卖用，拢卖用。你若是看我这么无顺眼吼，我看我归去嘛搬到恁阿头厝住啦，莫食恁大饭嘛，莫洗恁大碗啦，安尼总会的吧？上啊！不，我这手机呢？喂，我袂出声。哈，你看嘛呀，这你娶的好媳妇啦，啊一点仔无顺眼伊吼，你搬得出来啦？哎呦，为着要洗几个碗，不敢安尼。啊好啦好啦，以后我吼拢我来洗，安尼会的无？哎呀，不管怎啦，你今日甲恁某娶回来啊，莫卡袂着，都等在后头厝啦，心心体痛。哎，所以今麦决定买一个洗碗机，也是用免洗餐具啊。哦，你真正有够。哎，手机啊，手机啊。喂，我王兆新。好好好，我先搞，我先搞。妈，我今麦要调查一个犯罪集团的基地啊，我先出门哦。你某嘞？
哎呀，咱两家住这么近，我看爱欢早就已经回去因家啊。啊，你是莫生气哦，我等下才打电话叫伊回来。我刚才有这通电话，我才会当暂时脱身。啊，无规工踮伫个厝哦，一定会让这两个查某人不甲起笑啊。我的红色法拉利每天都要擦。张女士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起笑是无啦？我问你，这张相片是安怎？外面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你甲拗起来吼？我都知影啦，这间厝吼，就敢若有你做这种这么无聊个幼稚的代志。是的啦，是我话的无唔对啦。要唔过你看这张全家福吼，有一个人甲阮张家足无共心的，即马甲伊画起来，佫画一只足可爱的猪头，你看是不是足顺眼的？你真气笑你！你唔才起笑啦，脾气这尼啊歹，啊，搁有啦，乌白走去别人的房间偷摕物件，我看你才是迄个爱上去精神疗养院的人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和你住伫这个厝吞了你这尼久啊，你竟然唔知影感恩，你可能在对待我，我就搁甲你赶出去哦。你要甲我赶出去？这间厝是阮张家的，我姓张呢，起码应该爱出去的人是你，陈雪英。只要我是张志成的太太，我就自个住伫个家。张志成的太太，迄是阮爸爸哦，互你骗去啊啦！伊若是亲戚了吼，绝对会甲你离婚的啦！你来点去啦你！啊！你搞我啥？你真正好大嘞！你啊！你竟然害我被弄掉你！对啊，叫做报应啦！张元志！你搞什么搞法？你大概都要搞法？你怕鬼干啊？别冲啊！哎呦，小妈，你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来江总啊！哎呀，哎呀！依林啊，我厉害，我弄个乌青啊！小妈，阿西，外面就听来。是安怎？你去跟小妈玩鸡啊？是因走入来我的房间乱的啦。现在怎搞坏条橡皮不干的呀？橡皮，橡皮呢？秋子，小妈，刚讲你无了解原作个性，就是这么刁滴，这么善良。你明明知影，伊就无介意，你就卖力啊！靠恁两个哦，搁起冤家啊！是医生抓我的哦。医生抓我的，我问恁哦，这是谁的房间啊？你的？啊对啊，有听到无？我的啦，我正无欢迎你，你出去。张元志，你！你看你姐，你看你姐来，然后啊，元志我爸是咧恶作剧，你是时段卖再计较啦，来，我找两个帮忙哈。你别看我，我自己走路。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。好，欧巴，元志欧巴，我可以照顾小妈了哈。好，小妈。儿子啊，这个当时回开无成，我真正唔知啥物时阵才会当甲陈雪英挂出世界集团。所以最近啊，拜托姐你较冷静一下好不好？莫了甲规间厝不敢来吵吵闹闹啦。我真正都讨厌伊啊！到底啥物时阵才会搬离开这间厝？哼！不管安怎，陈雪英都是霸面上的太太，咱无正当的理由，会当甲伊挂出去啊！你有要紧吗？无代志啦，非得哦，最近你要去找伊麻烦啦，你唔通放袂记啦。进前证据放伫你遐，就是安尼乌有去。你做代志较认真嘞，莫大概哦，拢手大家后脚，哈。拢是你无好，卡叔讲你若较细腻嘞，
部队甲陈雪英再来得到报应啊，拢怪你啊！哎，我的宝子啊！啊，我的小表啊！你这个囡仔，这么不代志。陈雪英，你是平台拍原子啊？我若无甲拍，伊敢知影清楚？我即摆是看到阮爸的份上，你是代理的董事长，所以做这代志，我无甲你计较。也毋过这并无代表你来欺负阮家的人。阮妈是互你害死，我是一世人会报袂记。我嘛会袂记了，我阁有录音档啊。进来，卡里奥瑞德。喂，瑞德哦，我找到陈雪英伤害阮爸爸的证据。张元志，我真正想袂到你是恁家上巧的，我真正是给你看轻安尼。我跟你讲，恁爸爸找到了后，我后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你。我想看卖啊，是要给你关一道较好。怪你小朋友啦，我无想要害恁爸爸，我干那想要伊爱点点在我的身躯边，就是永远拢无法度开嘴迄种。这应该就会当当作证据了吧？陈雪英就是希望阮爸爸无多进行，爸爸会中风。会昏迷不测，都是伊害的。这个录音档，陈雪敢知影？啊，你之前敢有经常听过啊？无啊，也毋过吼，我第一届录音失败啊，伫做一个当初的频道上闹亏啊。毋那无了着陈雪英，阁互伊有借口，甲我送去精神疗养院。也毋过我即届真细腻，把这只手表啊藏起来。能够好加载，我无把这个证据放袂记。大家有啥想法啦？亚弟，我是咧想讲话，拄只录音内底陈雪英讲的话，确实是会当证明讲啊，伊无想要互你隔壁精神的。啊，不过嘛确实袂用咧证明讲啊，当初害恁隔壁中风的人就是伊啊。这个奶奶表示陈雪英这个查某真恶毒，连家己的翁婿拢有法度下这个毒手。若要提这个当作犯罪的证据，我想不遐尼简单。真可惜啊！若是会当逼伊亲嘴讲出迄个时阵，志成是安那中风，无抵抗，会当指控伊啊。敢讲真正袂当当作证据？明明是陈雪英想要伤害阮爸爸。阮爸爸伊有进行一段时间，伊阁向我阿哥爱家求救，我会当证明，爱家嘛会当作证。杨伟两个甲陈雪英哦有冤仇啊，中风可能伤心的状况。那会安尼啦？陈雪英害阮爸爸昏迷不醒，伊哪会当安尼逍遥法外？安尼够公平？瑞德，袂当放伊煞，一定爱帮伊爸爸报仇。好了，元志，你先较冷静个啦。大家伫遮就是要讨论，看要安对付伊啊。你先坐落来，大家好好讲啊。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对，我无甲证据保护好势，我陈雪英逃走去啊。即摆后悔啊，嘛无路用啊。虽然大家啊已经加说伊，袂当陈雪英对咱过头啊。我顾进情啊。任志贵当时的代志，已经让伊心内有数啊。我告诉侬，伊一定会更加细腻的，袂这么简单就完了了掉伊的枕头啊。志成之前中风住伫个正盛医院的时阵，林明杰就一直要争取做伊的主治医师，是叫我挡落来。陈雪英可能
有交代明德对志成做什么代志？假使林明德甲陈帅义勾结，要对志成不利，那呢，哪有可能为伊的嘴套出口供呢？除非有法度找林明德的账头，啊，那无阿姨哦，甲陈帅义交涉就无啥可能啦。那咱是要安怎？敢讲咱着目睭紧紧看陈雪英这么嚣掰？不可能啊！当年若不是陈雪英陷害我志成毙命，我嘛无可能去坐家。阿娇，嘛袂去嫁林明德。瑞德嘛袂出事了，叫我送去育幼院。这一切悲剧拢是伊造成的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阿弟。啊！你拄只讲啊，迄当事会变成一礼拜就够贵啦。所以，等你一礼拜时间内边出来犯罪证据，才有可能甲救落来。啊，机票我已经订好啊，我要去越南。你要去越南？陈雪有真侪私底下交易，拢是定进行的。我里边冇朋友，我想讲来遐出口线索无。好啦。越南那边就交你处理了，咱台湾这边必须要行动，至少要先保证自身安全，袂当让陈帅英搁利用伊来威胁咱。袁勇甲我讲，志成即马伫咧搭一间疗养院啦，啊，不过我是建议甲志成刷转来捐生医院，安尼我甲信宏嘛较方便照顾伊，伊嘛当得到搁较好的医疗照顾。燕姐，你是恁爸的亲小姐，我想恁该管理一定会办转移了哈。杨国元公，陈雪英是阮爸爸的太太，伊嘛有配偶的权利。而且陈雪英上志成去的间疗养院，伊应该有安排好势，伊有收到钱，才来配合甲志成软禁。啊，若无，就找少先做伙去啦，也当代表警方啊。快加上袁志、袁勇两兄弟，我相信对方应该袂坚持，要甲咱留了。好，我时间无早，咱明仔载再做伙去接你客呗。好啊，阿杰就先安尼。瑞德，啊，你明暗要转来度假大姐吗？妈咪当煮宵夜给你吃。真是的。妈的煮的面真正小好吃哎！你也唔过，我嘛足希望后生当陪我食宵夜、啉烧酒啊，无你陪我来大饭店啦。我嘛真希望我有时间哦，会当陪恁家开讲啦。因为我伫外省前啊，我就要处理清理，而且卖联络一边的朋友啊。我看我家己啊，还是等去牛排遐大。你看是？单身选一个，就是花落这财，我连给我一个时间，该做伙。我稍等嘞，阿爸爸嘞，我赶快给出一个时间去看你阿个哪只。好啦，心里有好心啦。哎，对啦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未记甲你讲啊。啥代志啊？我很贵姓啊？哀家自细汉就甲伯恩做伙大汉啦，我相信伊一定足艰苦的。你爱记的，找时间去安慰我这未来的媳妇，知影无？我知啊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去碎纸机捡纸的人，照理就是清洁工上可能啊。啊，不过迄细工收垃圾的盆啊，迄个监视器录到迄个人，真正足亲像的呢。啊，不过，迄
个人就真正摆卡啊！啊，那不是伊，会是谁啊？哎，莹莹啊，啊，今晚休困就来要创啥？我来关心你啊，你的手是不是会疼？我摕药水替你暖暖下，好不好？唔免啦，小可红红尔，过两天就好啊。小妈，其实我是有一件代志想要请你斗三工啦。啊，你若答应哦，以后我一定还你这个人情的。莹莹啊，其实吼，你是我的媳妇呢。啊，那不是因为袁勇哦，最近一直针对我，要那无我真正足愿意哦，我疼惜你的。不要紧啦，啊，照你讲，看是啥物款的代志，我若有法度，就给你斗三工啊。啊，快些，快些，快些。是安尼啦，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伊是。单亲妈妈，啊，即摆囡仔搁半辈啊，伊的经济就有困难。我是咧想讲，你敢会当替伊伫个公司安排一个工课？哦，啊，你的朋友我敢有熟识啊？你应该是无熟识啦，伊叫做 Kelly， 啊，正正后摆伫国外读册，英文足好个哦，而且身材搁足有 sense。我咧想哦，伊伫咧世界百货做工课，应该足适合个。嗯。啊！这世界百货总经理是袁勇呢，啊！你再买直接去找你欧巴来讲的话啊。啊对，欧巴对凯莉姐有淡薄意见啦，伊无想要我甲凯莉姐有来往。啊！你一向拢常听袁勇的话呢，啊！这边奈伫伊背后做这代志啊。小妈，所以你千万唔当欧巴知影，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哦。拜托了，我是真正感觉 Kitty 姐足可怜的呢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感谢谢。我即马吼，就甲公司人事部这主管的资料，甲伊的电话传去你的手机啊。啊，我会甲伊交代啦，叫伊在好好照顾你这朋友。Thank you， 小妈 ，Thank you， 我一定报答你的啦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较紧嘞，手会疼，手会疼。快些，不要紧。会疼，我替你暖暖嘞。啊，没，你紧紧休困啦哦。小妈晚安。嗯，晚安。欧巴，你是当时伫遮呀？我想要林姑呢，就落来。哦，安尼，我带你跑。唔免啦，我带你跑。哦，是讲拄只，你甲小猫咧讲啥？哦，我是想讲伊手咧疼，啊，我摕药水替伊暖暖的。啊，是安怎？拄只你家破掉的，佮讲要报答。哦，啊，就莹莹啦，伊希望吼，我佮带伊去买适合穿的衫啦。所以伊唔只会甲我感谢，啊，我敢知啦，你这个太太无亲像你啦，唔知影感恩，食碗来看我哇。哎呀，欧巴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大家拢是一家伙嘛。小妈，你讲话嘛，莫安尼啦。好啦，你先回去房间，我有代志甲小妈讲。拄好啦，我嘛是有代志要问你。你是安怎会甲瑞德做伙来对付我？陈雪英，你做遮尔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偷摕世界集团的钱，输卖土地，甚至连阮爸中风嘛甲你有关系哦。我甲你赶出去，是拄好。哈，就凭你哦？你是咧喊人哦？所以我才请瑞德搞到三工。所以恁到底谁是贼啊？走去我的办公室偷摕物件，偷兵不收趟。哦，你承认啦吼？就是你把这些资料，等你的碎纸机内底处理掉的。
之前佮拍死吴新林，伊偷摕世界集团的钱，佮输袂土地。飞地公司就是有内贼啦，你明仔再交代落去。清洁公司吼爱换人啦，爱管理公司吼嘛都爱重新调整过。我是安怎听你的话啊？杜平华，还佫是世界集团的董事长，我随时拢会当撤销你的职务呢。所以哦，你上好唔通跟我作对，也若无，唔通怪我对你无情。好啊，你若是有才调，就马上甲我开除啊。也毋过我丈人爸绝对来找你算账，你上好有办法应付伊。哦，即摆有蔡良同我做靠山，你就敢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？是啊，这都要感谢你。你这么有心，让我找到一个门当户对好姻缘，我才能认得一个这么有够力的丈人爸，敢是？虽然安琪一直辩解，那张江博文的相片只是伊捡到的，啊，不过伊也不是第一届讲白贼啊。这个查某囡仔袂该相信。李信宏竟然用我伫个之前我出车祸的所在见面，看起来已经在怀疑我真正的身份了。关系早晚要面对的，李萱萱，你绝对袂用认输。啊，若无阁把之前的计划阁拢白了讲啊！多谢你，阁愿意约我出来。咱是毋代表你心内底，也是把我当作是朋友的。刚刚你袂记的最深所在啊？我当然嘛会记的，是你之前过身的迄个女朋友，写好离开的所在。你讲过每一句话，我拢会记的。你捌讲过。我走路的姿势，大概就受伤的。大概你只要看到我，你就想到伊。你今日找我来遮，敢是因为你搁想到伊啊？我知影一个人，啊，情绪种痛苦，打击最大的。假使讲你若是愿意，你会把你的心内话，拢讲给我知影，我一直拢在。